驾驶开车上路，看到前方这辆车开很快，结果没想到下一秒，前面这辆车过弯甩尾，原本以为会很帅，结果没想到却大失控，往左冲，直接冲进坟墓里，整车翻滚，好吓人。再看一次惊险瞬间，汽车失控撞进坟墓，滚了好几圈，尘土飞扬，后车驾驶看傻眼。影片曝光，网友也说好可怕，直接撞进坟墓，这真的是敢投胎吗？撞到别人祖坟不太好。事情发生在屏东满洲乡往恒春镇的路上，10号下午5点多，汽车行经该路段，结果失控不慎冲撞路边墓园，还好驾驶有绑安全带，只有轻微擦伤。该车上只有驾驶一人，因疑似车速过快造成失控，该驾驶经酒精浓度检测后无酒精反应。汽车过弯甩尾，结果疑似车速过快，车辆失控直接往左撞进坟墓里，还好驾驶人无大碍，但真的让人吓坏了。记者张春华、陈珊珊屏东采访报道。像这个梦梦水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船酸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喝。